我看呢。要重插拔吗？开了。要插拔吗？不用啊，它充满了。你刚刚也都一直插着它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它是满了，满了就不会变插头。你看不到时间。嗯，13:22。对啊，赶快滑一滑，又要回去。上坡，上坡。忘了把这扣好。我这边很深，然后我才怪，就会整个让它摔死。陷进去。对啊。很热，在滴水。是啊，化了。是啊。零度。是有那么暖吗？零度加黑色化了。是想办法，想办法，不要多做那一下。你放屁吗？嗯，在外面。但是我闻到在车里耶，因为带进来了，好臭哦！你一定要在这时候放吗？在外面啊。你刚刚那人也在旁边，你那边在外面啊，很臭哎。的时候，很快我也冲过去了，就闻不到了。然后你现在那边放，然后还进车子前那边放，然后带进来，臭死了。你这样，我也不要跟你坐同个车，臭。
前方。对啊。The crab shit. 螃蟹。啥？螃蟹。呷不呷不？太阳出来了。
在在你笑那种颗粒型的。我的腰，我的脚腰。你腰现在怎样？腰可能胖了，没有痛了。现在我在压大腿上面，大腿上面是酸。请坐巴士去滑那个。
嗯、哦，右边。啊？继续啊。右边，然后折下去啊。这边呢、啊，我只是不想用力，所以我用大的弯啊，不想直接下来啊。我一直在休息。没有啊，恢复一下。休息啊。是在树后面啊，下面不是更好？因为我停在一个无法前进的地方。
没力没力的。唉，没力气。什么在树后面？怎样？他都在树后面啊。哦。嗯，不知道哎。后面要去那个安古街的狗才看得到。不想再去那了。嗯，刚好插在对面。我躲好远哦，哎。你看我用一种比较费力的滑法，因为要一直单车也很累啊。但是就，那为什么不回山呢？我现在就有回山啊。没有啊。我没有踩石啊，顺便下滑也没关系。这附近，哎，不要滑太下面哦。瓜在哪里耶？尽量靠着左边的棒棒走。好啊，我挡住你吗？我很没力啊。一个弯角休息。对啊，大概。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切，就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吗？哪一个？那个告示牌到王国吗？哪个是告示牌？前面不是有三个告示牌吗？没有，那个就超过了的样子。
左边隐约听到声音。但是看不到缆车。啊？我觉得好像隐约听到声音。缆车在树里面啊。你有看？缆车出来，所以就是告示牌左边走啊。那边可能超过了，不知道、欸。好了，有下。你要怎样？那里有柱子，可以这样横着过去吗？什么叫柱子？那三根棒棒卡在路中间。我是说，我们这边可以这样左转过去吗？理论上可以吧。好，是难道就是这条路吗？我看到缆车了。我刚刚不是跟你讲，在树后面就是缆车吗？我刚一直没看到，现在看到，就是走左边就好了。什么叫下面转？现在有人，两个人在那。对啊，就是这条路就对了。哦，所以在这里要切。好，懂了。那我先吗？啊？可以走了吗？可以走啊。那你。这样就是全部啦。快帮我拍照吗？哦，好啊。你要不要爬？好啊，哦，累累的。那我们就不会看到台湾女生了。哦，搞不好她也换班啊。那有点热。我也有一点。大概再缓个两次吧。你可以再往后一点点。在这个，好。横着不是比较好？好、啊，来举手。会挡住他吗？不会。快点，有人。好了，检查检查。算了，我要拖一下。我这样站着脚板也会酸，好酸哦。又开始爱抱怨了。不是爱抱怨了、啊，我是描述我的状态，我就是描述我累嘛。有的根本它虽然顶上不是很高，你也把它切了，那个你要这样、哦？也没有啊，我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，要怎么修正都可以。哦，这样站舒服多了。有人，好热哦。对啊。人很小啦，小不拉几，来。就不想要有人吗？来。这还是有人啊。看不到啊。那
你看不见。我这个去这个方位什么都看不到。换你。你检查。那你要站着拍吗？还是你要穿着鞋子拍？站着拍就好了。好，那我要趁机休息，全身冒汗。都可以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横的半身。一二三，你会想要全景的啊？一二三，好，你要看看。你看 OK 就可以了。你自己看啊。好，很好。哼，好好好。全景的还不错，你叫我拍全景。好、啊，你是说0.5的吗？对对对。来啊来啊，这些这些都可以。哇、哦，下了雪板真舒服。快点，我很热，好热。好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样都还没0.5呢。啊，我要0.5的。其实刚。刚没有0.5的状态下拍出来就快要到0.5了。嗯，你看最后两张才有，但是前面的就就站远远的就可以拍。又要掉了，好，拍完了哈。嗯，好。还是要拍一张环啊，走啦，一路平滑。对啊，我最烦恼的。你先走啊，因为我可能又会追上你了。
Go. You wanted to get away before you. 只有两次啊！哎呀！人，因为我慢吞吞啊。走了。他连鸡完全就滚的了。哦呀！这次就是最后一次，因为这次滑完做到的就是三点前，然后接着三点前做那一个就是要走回去，就是这样。走回去你们从啊？走回去比罗夫的雪道，接着继续滑，当然是走回去啊。走，我们就在山下。山顶走啊，所以下一趟搭到了山顶就不能再滑。现在滑下来的话，因为我们花40，所以三点前我还坐得上来。嗯，所以这一趟算是这一边的最后一滑。哦，好少哦。嗯。你说日子停啊？对啊，因为我累啊。你要怎样？我累了嘛。那你在山顶等好了。啊？你在山顶等好了。你那么，不然你这一趟你自己滑，滑到底，然后看看你多久到。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很快。对啊，一起的，一起的。而且明天再继续努力吗？明天也是这里啊。对啊，我说明天继续努力。明天这里就熟了吧？对啊。而且我的力气应该也恢复了吧？你每一个 C 你就要停下来，一个 C 你就要停下来。对啊，我脚底板好酸啊。你按那个泡温泉有没有按？我昨天的重点是弄大腿跟，全部都要弄吗？跟小腿背，那时候酸，但是现在酸的应该是说，现在我猜我的大腿跟小腿有一些酸，所以我不敢用他们的力量，力量用到足，身体可能会抵抗，类似的。总之有这种状况，就是要保守一点滑。明天回来就滑这些嘛，对不对？明天可以滑这里的黑之类的吧？还有什么别的路吗？有啊，旁边都黑的。昨天滑到生气，你昨天有办法做出你的正常动作吗？但是那个浪费力气的动作做太多了，那也不是没出力，是真的出力了，然后出力出得太累了。待会下一趟提醒我，我要坐那边。哦。为了我老是坐看山。因为你自己坐上来了。我很急的上车啊，但还要记得跟我讲。我要坐那边。我先上就好了。那你就快一点啊。
四十分钟怎么算的？坐上车看手表是1:25。嗯，然后现在，然后刚刚的上车是2:05。2:05。嗯，2:06。是两点吗？哦，2:06。25到那个，所以花了40。到。我很惊讶，我们花了那么久。05再加那个，我们还甚至于还有15分钟的buffer。好，那就安心。还要拖得更久是不是？不知道啊，应该是不会了。你刚刚还不够慢。我是说以刚刚那种慢法。你还要再多慢？不知道啊，我很慢。
边就可以，稍微靠右一点就会加速了。在这里啊，在这里休息。在这里休息啊。谁啊？你赶时间啊？我没有赶时间啊。那你干嘛这么拼？你不是很酸吗？因为我站着反而也没有休息到。你说你等我的时候，
对啊，我站着的时候要挑一个比较不斜的角度，这样脚才会休息到，所以我在都在挑位置休息。我在休息，我在休息。这样会不会才几个半？这个不要讲话。啊？会不会才几个半？有可能，但是也不可能下一头啊。因为这时候就一定会出锤，这样。你继续哦，你继续哦，不用等我。如果你没有要休息的话，切左边啊。OK 啊。都可以啊。听到。对啊，走。因为其实我走那边跳了一下，我每次都觉得还好没有摔倒。哦。我前面很空，没有人的话，我就会安心的滑了。你站在我前面，我就会顶更久，然后我又更累。去帮忙。好，加油。
啊，冒汗。好了。啊。你说太阳跑到上面去了。今のようにこうベーシックに、検定の波にベーシックにこう滑ろうとするときには、ずらしながら滑るのがいいんですから、ほぼほぼこの斜面の肩ぐらいが、あ、可以帮我拍照吗？滑ってる。好、我先脱板。正しいポジション。それが、このような。为了休息。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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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有没有很好看？它的前半から失敗。它发光。对啊。暂停。では、また今度行きます。要等他们走吗？他们就走了。我要在哪里吗？我调掉了。好热哦。对啊。我里面超热的。你要不要？现在更好看。好啊，这是我家的，我看你要拍怎样。我拍不到你全身哎，你说。好，一二三，看我一点，你好像有点侧面，对，一二三，直的，一二三。好，满意吗？你来看一下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看一下啦。不用啦，没关系，明天还会有。两斤斤。每天都不一样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有拍到就很好了。拍就赶快拍。对啊，有得拍就拍了。你多少？哦，你应该也知道哪些地方要弄了。对呀、啊，自己看好。好热哦。对呀、啊，有一点。那我把佛维拉低。我刚在缆车里面，眼镜都快起雾了。走了。
你说什么？尽力快一点，要35分。刚有拍照。啊，我没有。刚我们有拍照啊。所以直接滑的话，可能更快一点。今天没有松雪，对啊，有的话恐怕也不好推啊，会被你骂爆。对，就啊，这里为什么都这样？叫我很松，浪费我力气。对，今天没有觉得力气是浪费的，嗯，还好，今天推的都算还好。这个一下缆车的那一段是，如果早一点开始冲，几乎快要可以冲上去了，所以还好。然后这个是刚刚回家的那个坡，照相那个坡，下来那个坡。也是远一点开始冲，至少可以撑到快河流。啊，哪里有河流？河流有啊，旁边有那个初学者道的河流。哦。没有。你说分流河流？对啊。我还以为说有一条河是什么？河流。哦，那个线，哪个线？我在观察这些线。那刘寿都现在这个方向，刘寿都在哪？刘寿都关的另外一面。如果你看得到二世谷，对，你如果看得到羊蹄山的话，嗯，它在神奇山的另外一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偏右边一点点。嗯，我刚也有在看，哦，我怀疑好像看得到。关系回去，好像也看不到，因为现在远远看过去也不觉得哪里有像滑雪场，还是后面那片白白的山就是滑雪场，可以类似这么说吧，但是白白一
现刚刚看那些感觉都是平地。没有没有，远远的，远远它的右边那边有一片山。嗯，它有东山跟西山。嗯、东山的话，应该有好几条雪道。所以那天我们坐的车载着七个人，我们两个是贫民区的，我不是说穷人，我是说平民，一般老百姓的。嗯、然后先下车的两个女生是留守住的。后下车的三个人是 Hilton 的，嗯，大家都好舍得哦，啊，而且那个巴士也是贵的巴士，那个不是是时间的关系，没办法，只有这个巴士了嘛。对啊，最便宜的是有那种来回只要4500，那是时间的问题啊。对啊，下次我会你的飞机票就不知道贵多少了。没有，所以我下次要估算啊，如果飞机票。加过一点，反而这个车便宜的话，哪个好？好啦，如果要避开人潮的话，好，这个选择好。我觉得姐他们来 Village 觉得很辛苦，姐绿色他会吓死吧，连我们都快吓死了，然后他应该也会吓死。红线那边应该不大行，红线那边我觉得绿的也不大行啊，那他要怎么下山呢？坐上去就下不了山。红线那边只有在。雪粉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大腿会很酸，他一直劈撒，他会劈得很累。搞不好他可以滑得比我还慢。我今天也已经在用那种方式滑了，那种侧滑法在那边滑。我只是没只差没有发字而已，但是我不是在滑雪，我是一路在刮雪。啊！你都没有刮。因为我没力气拍摄，我在你后面随时都可以帮你撞飞，我有自知之明。你可以站在下面回头看我滑。那会搞更久啊，那我们就不会滑这个第二趟。而且说实在，这个坡度看不出来有哪里进步的了。真的，我有想过关于露营这件事情，大概是倒数第三、第二、第一天吧。然后就下大雪，你也露个头啊，看不到。这样可以露啊，那个时候都是重点是 pose。手机都不想拿出来了。我还不知道我那个 Android 的露营可不可以随时放大缩小，搞不好烂烂的也不一定。浏览声挡住了。这边就都看不大到，只有刚刚那种停下来拍照的点还不错。期待明天呐、啊！明天刚出门可能就要拍到什么的，也不一定哦。明天后来那个晴天好像是整天，但是它预报最近的预报变得实在太快了，感觉上好像是 delay 了，晴天 delay 了。从今天延到明天，相对的一个好处是，好像它的暖风来的时候，本来有水汽，本来不是雨还蛮大的，它现在暖风来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水汽，所以雨虽然说有下雨或许，但是是变小的，所以应该还可以。
脚的位置，好像有个方法可以休息。右转呢、啊？好像要开始走了。啊？要开始走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并没有打算放下，并且用这个 pose 啊。他车子只要三点哦、喔，什么车子？这个道路，闭锁三点十五，那你那一下怎样？我三点就坐车上了。他的巡回巴士没有那么早就结束吧？我在说这个道路，这个道路的闭锁是三点十五，知道吗？三点十五还 OK 啊？我说如果我坐三点车，刚坐十二分钟，我上来已经三点十二，我三分钟怎么走得完这条路？他应该没有那么准时吧？我觉得时间锁得太死。他们回来，我们回去。有点尿尿，你呢？有，刚刚希尔顿有稍微犹豫一下，不过想想算了。你是说刚到上车前？对啊。那你刚刚还不急啊？时间很够，但是我觉得想想算了。嗯。喝太多饮料，啊，喝的真舒服。喝的多，喝的多，喝的多，可以的。
稍微偷偷往左边走。啊？你说这样吗？让我停住。但可能只是心理作用。秀过去右边就是，看，右边那就是那个红线啊，白华。我们滑的叫 center 哎。center 是缆车左边那条叫 center 绿线，这条是缆车右边红线叫白华，不一样。center 是红色的吗？是红色。对啊。那就是左边跟右边的差。爬的比较，过来过去那边爬的比较少，回来爬的比较多。是还好，欸，可能刚以为会累，结果还好，就觉得还好啊。要休息吗？不用吧。自己偷偷想休息。什么叫那边？ Okay, 哪边 ？Annual 没有啊，他写就写匕首，请搭公司公车了。Okay. 他都这样名字写给你了，你觉得？哦，这里好舒服哦！啊，又回到了啾啾啾的雪了。哎，为什么这边没有？那边被风吹走了吗？不知道，那边都压过的啊，那边都有。不止压过，还有一点点结冰倾向。但是这边没有结冰倾向，表示这里没有零度以上过。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？这里好舒服哦。要不要往哪边？往哪边？我没有在拍树啊，亮亮的。很亮啊。
漂亮啊，这棵树跟后面的光比较。嗯嗯嗯。太阳在后面。什么在后面？太阳在后面，它这树的后面。没有，太阳在乌云里面。但是在后面有个圆形的，看到了。我看不到圆形啊，我看不到。那个是圆形哦，我看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。可以啊，这边去那边拍。我们这边的阳明山。这边的啊，大得很啊。真的要进去吗？不用吧。要吧，你帮我拍。啊，我拍你就好了。走，帮我拍。有，好，我看完。全景，还看到蓝天，可以看啊，太阳在哪？我刚。拍一拍就走了，拜托你，拍两下就好了。等会再剪，等会再剪，我再来帮你剪。哎，你就故意掉地上。啊，我不是，嗯。我说要帮你剪，以后你就故意掉地上。我不能动，你再下来一点，下。哪里？你要横的吗？都可以，横的、直的都可以，你都来好了。后退一点，再后退一点，再后退一点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是按到二的。没有，不是二。二的话就不用退了，好不好？二就是要退啊。哦。我以为你收 0.5， 没有啊，完全没按到2啊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我还没有好哎、欸。要怎样好？好了。好。你要检查吗？啊？你要检查吗？好，我检查。好。答应，我要帮你检，我就会帮你检。但是有点难。现在太阳才更大，好吗？我岔起来。你还要吗？我看一下，你说。现在亮起来了。好，这样就好。我等，我可以用 0.5。我不喜欢 0.5， 因为会变形。要1哦。不喜欢 0.5。因为会看情况，有时候拍起来人太那个又变形。好，可以。叫了。对，你的叫了。为什么？满了吧，今天太久了。我看看，是他是说没电。有吗？他觉得他没电，所以他没有录。怎样？等一下我瞄一下 ，low battery。为什么都没充电？刚没有检查，也有在录哎。电掉了吗？变成边充边录，好吧，看能顶多久。我们中间忘了不要不要啊？你不要。我不用了。没有人在我这边呢。没有人要走这边啊，因为这边很远啊，要推很远过啊。好，走吧。那个荧光，那个跟温度计一样颜色的，要注意。什么荧光？荧光。
很广哎、欸。要不要加速啊？啊？这边是不是要加速啊？不知道多远加速就是。到这边开始加速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走了，接回去了。那边啊。亮晶晶，亮的啊，亮起来了，太亮了，不要啦，我没力气了，你要走吗？走走看，会很怕吗？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等一下我就会跟你会合了。接哪里？就是那边就餐厅不是吗？下面不就是我们常坐的缆车站吗？好，去厕所会合。无聊一下，回来了。一下，关了，我关。好、啊。他就回家了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？对啊，就回去了，没力气了，我没力气了。
还没啊，六分钟。